后别给你乱哈、啊，这个都是属于精神暴力里面的哈。那、啊、我们精神暴力里面呢，又分为又有跟踪，给你对呢，你走出去的时阵，给你对条条，我的阿伯给你对，看你今天哪一个东西好吗？跟踪也是哈，哪一个那个杯子好了，杯子。威胁，你袂使去的，啊，你袂使创啥？你若安怎，我特别给你安怎，给你威胁，哈、啊，这也不行哦。再来控制，你今天你讲什么话？啊，拢爱甲我报告。好来来，往前一点，往前一点，要不然光线看不到。控制党，我给你报告。好来来来，也算是精神暴力的一种哈。再来干扰，半夜在讲打电话。女性休息夺命连环扣诶！哎、欸，到前面，到前面来，到就是前面。好了，我走这趟会，那个都算是干扰啊。再来就是嫉妒，啊，妄妒你，哈、啊，你想要这么水，啊，你想要什么薪水你要给我好多，很嫉妒人，那个也不行哈、啊。再来吃醋，哇、啊，在咱厝内底常常有诶，啊，厝内底阿公阿婆啦，哈、啊，阿男女朋友啦。倒牙啦，算了，哈，拢做老食醋，唔通乌白食醋，哈，食久呢，你醋嘛变做是醋来啊，哈，啊，再来猜疑，我这个货，逐工都穿甲水水水，啊，唔知走到托客遐，乌白想，啊，乌白想，乌白怀疑，这个都不行哦，这个都会造成家里面生活的一个精神压力，哈，啊，再来，咖啡，监视，有没有家里面装监视器的？一世界给你监视，那么就对你后边给你看，看你拢在创啥，这个都会造成我们的精神损失哈、啊，精神损失。来，我要问问题啊，你回答问题的，紧来徛在头前，我紧嘞，我礼物已经传嘞，嘿。啊，随着你是要从来上头前，无爱啊。好，要服务的赶快到前面来哦。家里很丰富哦，来赶快。我们台湾呢，我们台湾在民国87年6月24日通过家庭暴力防治法啊，但打算说6月份呢，就是家庭暴力的防治宣导月。啊，这是咱是民国87年六月二十的通过这个家庭暴力的法案。所以说呢，我们都是受到保护的人。所以说，你有任何对家庭暴力，哎，听到出鼻刀，常常咧拍囡仔，哈，常常咧拍囡仔，咱会当做一个那个爱心专线。好，我们的爱心专线呢，我们可以打多少？我们可以打113。好，我们可以打113。因为我们家庭暴力有分三个等级，有初级、次级跟那个三级。初级的是咱的初级预防，我们一般人都可以打113。那次级、三级的时候，迄紧急让堂去无遐，我们直接打紧急电话，我们打110。好，我们打110哈，这个我们要自我安全保护哈。你卡电话你免烦恼哈，这个都是受保密的，免惊讲人哥找你报复啦，不会啦哈。人口早人在讲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你当因为你一通电话救到一个人的性命哈，比你做搁较侪十件的功德啊，搁较赞哈。好，来，那我们现在来问问题了，来。来，最简单的买，赶紧中来头前啦，头前来中来哈，来，台湾家庭暴力防治宣导月是几月？快点嘞！啊来，来几月？6月7号。来，哇，好热，哦，来，台湾于民国87年6月24日通过家庭暴力防治法哈，家庭暴力防治法哈，来，敲门这个是什么标志？来。给弟弟了，好不好？来，什么标志？指示带，好，恭喜你，耶！嘿，来，那个很好用哦，哈，等一下我教你们怎么用哈。来，这个叫做指示带哈，这有缺角的，这个叫做一起向上提升的力量。这边叫做性别平等，这边是翻转我们的旧观念，较早旧的观念，伫这个现代、这个社会已经无啥适合吧，哈。所以讲，咱爱把一寡旧的观念给去掉哦，哈。来，什么是家庭暴力？这个比较困难。我通过我动作。什么是家庭暴力？
这边就可以了。阿伯，来给卖点，走进卖点两边，给我们来。什么是家庭暴力？来，进来。太对了，跟家庭暴力种类不一样哦。什么是家庭暴力？跟家庭暴力的种类不一样哦。几等亲里面的那个，四等亲，好，然后呢？答对了，哦，赞赞，很好很好哈。来，家庭成员是等亲里面的家庭成员呢，实施身体、精神、经济上骚扰、控制、威胁、不法的行为，都叫做家庭暴力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家庭暴力分为哪几种？讲一项就好。咱较少较侪人诶，较紧来。讲一项就好，讲一项就好，啥物？较侪人讲了。身体暴力，好来，啥物？来，哈，母亲，言语暴力，哦，你看，诶，来，再来，再两个，还有人讲身体暴力、言语暴力。多点咧，啊，这没错。啊，好，精神暴力，啊，再一个。训练的，好，来，好，来，家庭暴力呢，分，它有分为身体暴力、言语暴力、暴力、暴力、精神暴力，哈，好来，家庭暴力预防分局及规定，不同步骤，六鬼牛把人，六鬼牛把人，三级，好来，哎，三级，来，家庭暴力分三级。初级、次级、三级，哈，好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家庭暴力专线打，保护专线，保护专线。来，打一三哈，哎，保护专线打一三哈，来通报的时候就要打一三哈。过来，紧急专线多打几号？来110。来，谢谢。没有，没有。那。阿伯，阿伯，那么有留下？好来，我留下来。来，紫丝带的象征意义是什么？用到现在还在用。大白凯哥，哈，左手，握手，握手，给我底下各位走。对啊，让他小步就上去。暴力爱国，向上。关心，然后就会减少一份我们的社会问题哈。然后我们的宣导就在这里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哇，谢谢谢谢，感谢哈，我们那个环保的宣传哦，啊，那个生物检视为大家来做这么激励的那个解说，来见。这里还有。我们这么欢迎我们现场。因为现在罐子走了。
感谢我们的松泉社区，那我们现在有请我们的。